新的問題是存在，並且我希望他呢，即係我希望佢聽到我哋嘅聲音啦，借住即係最後機會，希望有啲補救建議，我想做嘅嚇，讓佢哋呢個問卷咧做得好啲。咁簡單咁講咧，就呢個網上版就係同實體版係一樣嘅，就係新瓶舊酒，換湯不換藥噶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呢份網上版問卷一樣出現咧，實體版嘅問題就係強烈引導性。呢個只不過係電子版點心紙啊嘛，都係點心紙嚟噶。而上次的點心紙或者呢份點心紙被人批評最大問題是什麼呢？主要是呢他舉其中兩個關聯性比較大 的變數，一個就是他低估到呢每一種土地可得的供應，尤其是中短期呢他低估得很犀利的，例如中地他只是估計呢得110公頃拿回去，高球場呢那個、部分就是可能落咗在私人遊樂場用地啦，咁佢又估計得60公頃嘅啫，咁點揾出嚟呢？原來冇嘅，亂篤個15%嘅譜嘅，咁連佢自己原本嘅嗰份報告書嘅文件咧，曾經提及過咧，高球場係要建議收翻，有兩個方案噶嘛，一個172公頃，一個32公頃啊嘛，喺呢度都冇辦法充分反映噶，即係唔通有個第三方案收60公頃，打橫切咗佢，咁呢個係莫名其妙嘅。好啦，呢種嘅低估帶來一個不好的後果咧，就是因為佢強制人哋咧填夠數啊。例如咧，短期嗰度咧，佢要人哋填800公頃嘅，咁你一定唔夠數噶啦。唔夠數咁點啊？咁你咪填埋其他嘢咯，包括呢個利用私人農地咯。但係私人農地呢個寫法咧，寫得好古惑嘅。佢只係話咧發展咧私人嘅新界農地儲備，佢唔講用咩方法，就係我之前喺答問大會。挑戰林鄭就話：你敢唔敢用翻傳統嘅 NDA 新發展區嘅模式，即係發展新市鎮咁樣劃個範圍，按實際需要劃個範圍，跟住咧就向如果涉及官地嘅官地啦，涉及私地咧就收地。咁佢話唔得啊嘛，收回土地好有問題啊嘛。跟住嗰份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文件大力咧去到吹噓，就係公私營合作好好啊嘛，同林鄭同一個口径啊嘛。咁原來呢個寫法後屘佢哋澄清，就等於係公私營合作喎。咁你係咪誤導得太犀利啊？即係話你前面壓低咗一啲數，就引導人哋一定要填咧一個咧睇落去冇嘢嘅問題，就係發展新界農地。但發展完你就係話公私營合作，咁即係任你玩曬喎。政府去到咁嘅地步，係咪即係赤裸咗啲、核突咗啲咧？而咧同樣情況喺中長途措施嗰度咧都出現咁嘅情形，就係要硬掘人哋咧要填1200嘅。咁但係咧。有啲佢又會低估，唯獨是佢好想做嘅，例如咧中部水域填海1000公頃，又或者咧郊野公園攞翻40公頃嗰、那個邊陲地帶嘅研究，佢全數計落去嘅喎。點解咁浮動龍門嘅咧？同一份問卷，你有啲係低估，有啲係估足數啦。要咁呢個傾向太明顯啦，個引導性太強。咁第二點嘅回應咧就係、是強制睇片啊，呢、這個未講過嘅。我正話睇嘅時候，一入去第二版咧，就係、是、我哋要強制睇一條5分鐘嘅片。我覺得呢度俾少意見佢啦，佢真係好趕好趕行，證明咧即係專責小組嘅同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或者負責同事就唔係好熟悉網上文化，即係硬掘人睇片咧好趕行嘅。我相信有啲市民真係有少少興趣想去回應咧，但係因為一入到去咧，你係唔俾人哋跳走條片，係一路要睇嘅，咁咧先至可以去下一頁咧。我相信排佢咗一部分，尤其是比較年輕啲嘅市民。嘅興趣嘅，咁呢個係有少敗筆嘅。咁第三個漏洞位咧就係佢以為好聰明，就係喺舊嗰份文件咧，其實佢成日話好擔心啲人重複填啊嘛。咁所以咧喺實體文件咧佢係有編號嘅，雖然唔登記個人資料，但係咧每一份問卷都有獨特編號，所以就唔會重複嘅。咁呢次佢又話今次都係㗎，我哋質疑佢，佢話唔係，我哋跟 IP address， 即係用互聯網 IP 嚟到。做網上登記，真係唔好意思啊！你又錯啊！真係好唔熟悉網上文化。大家都知道今次呢件事件，尤其是高球場方面，以及一啲持份者好有利益關係嘅各種土地持份者，請咗好多公關公司做嘢啊！閒閒地出去任何間71掃幾千張、幾百張呢個電話卡，跟住就有好多個 IP 㗎啦，係可以炸個民意㗎。呢個係完全咧。在引導的文件之下還要有機會被人操控、啊、是不是衰上加衰、啊、這個情況我覺得這個是很差的漏洞我覺得、就是、我都想不到這一部分可以怎樣處理因為他不知道原來錢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尤其是呢
你知道呢啲咁嘅措施係防小人不防君子啊，啊君子就唔玩呢啲嘢啦，咁就填就算啦，我都填咗一次。咁但係有啲人真係可能可以有目的地買好多電話卡，跟住係咁登入去喎。咁我覺得呢個漏洞好大，所以最後我有建議嘅。基於佢種種做落嚟嘅瑕疵咧，我亦都好擔心到最終出嚟嘅呢份實體以及網上問卷嘅總合咧，會係一個幾 偏向性嘅，有傾向性，好誤導咗個結果。咁咧，我希望佢做啲補救，以示自己清白，以示佢唔係有心咁做咧，係更加要做，就係揾大學做一份咧民調。嗰份民調咧就係整體性嘅，即係一個比較 comprehensive 嘅一個方式咧，去到整體咁去綜合咁樣咧，去了解市民對於各種土地供應嘅意見，再咧將幾個唔同嘅意見同數據咧，去到做啲比對。咁有個情況有機會就係，如果我正話嗰啲嘅風險講法啦，不幸嚴重，真係有人炸嘅，好多人支持咧，淨係發展新界農地嘅公私營合作。大部分市民九成都話反對咧私人遊樂場，咁就好明顯同我哋過去咁多年嚟一直做嘅民調，包括民主黨由過去各大機構做嘅民調係有相反啦。咁如果我哋有一份再中和啲嘅，作為一個叫做平衡一下咧，從而去考慮，我覺得咁咧，除咗令佢哋做嘅工作嘅時候有個好啲嘅工具之外咧，更加重要咧係挽回市民嘅信心。覺得政府做嘢或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做嘢咧，唔係夾硬嚟，唔係為咗服務某啲目標或者服務某啲既得利益群體而做一份咁嘅報告出嚟咧，做個打假嘅大龍鳳咧，就為咗達至某啲目的咯，益咗既得利益者咯。OK。OK，I think。This e-version of the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is only a new bottle of wine, and it seems that the content is the same, and it is directive. So, and some of the hypothesis and the presumption is not correct, and I think the people take part in this questionnaire will be misled to a certain result.So I hope that the task force can do some remedy measure. For example, like hire a university to mak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land supply of Hong Kong, and then so as to regain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public, and also we can have a rather fair methodology to compare different opinions so as to make it precise and correct.我覺得唔會啦，佢做咗幾個月噶嘛，咁就我哋都做委託個大學做民調噶。其實大學最快咧 generate 到一份民，即係推出到一份問卷出嚟咧，大約一個月到。咁就視乎你人力、物力、財力啦。如果我哋啲窮政黨都係俾到有限嘅錢，嗱我舉個例子，如果做大約一個合乎到問卷調查嘅最基本規範有500嘅回應者嘅話咧，咁大約係100,000嘅啫。咁我覺得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啊，政府啊，即係呢啲錢你亦都唔係咩錢啫。我相信佢唔會寒酸到係做500噶。如果做一個比較大型嘅，係過千甚至係二三千之內嘅，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有喺政府嚟講係一個有限數，並且個時間我相信三四個月出到結果。咁亦都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啱啱好咁係完咗嗰、那個網上大呢、這個土地大辯論咯，係啊冇所謂噶，佢都唔係話一完咗之後第二日就出報告書噶嘛。咁咪等埋嗰份問卷，其實差唔多時間出到，咁咪兩個數一齊對比咯。咁我覺得有個好處就係，一來挽回啲信心，因為點心紙同埋網上點心紙而家出嚟都係咁咧，我相信市民係會好救病嘅。咁另一樣嘢亦都等工作小組有多個工具去平衡一下啦。如果唔係咧，今次依個問卷咁樣咧，其實佢嗰個調查工具咁偏合咧，個結果會好都幾大問題嘅。咁我希望佢哋唔好變咗箭靶，尤其是如果佢冇心咁做咧，咁呢個係一個可以挽救方法。是片其實就冇乜特別嘅，片就只係講香港好缺地啦咁樣。咁當然啦，民間有啲團體都喺度批評過香港咪真係缺地咧咁樣。
咁我就唔想糾纏呢個位啦，即係呢個係字義上嘅分別啦。總之我哋缺地去用啦，呢個一定係噶啦。咁無論嗰啲地係喺度俾人霸住，還是冇充分利用，總之我哋缺地去用，我哋而家就要覓到一啲大幅度嘅土地去到去用。咁所以咧，我就唔想糾纏個位，但係咧，主要我見到就係有一班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委員啦、成員啦，就出嚟現身說法啦，各人講一個部分啦。咁我初步睇就嗰、那個部分就唔算好偏狹嘅，都算公道嘅，即係只係講出現況，因為一個就係話好缺地嗰個呼聲，到底團體會唔會覺得佢係誇大其詞咧？咁呢個市民自然會判斷啦。絕對是會令人覺得咧，喺中短期入邊，尤其是私人遊常用地嗰60公頃咧，係一個誤導性咧。我剛才都講咗，誤導嘅位係嗱，第一佢固然係攬炒啦，劉江華喺同一個時間推出一份就係私人遊樂場地嘅檢討諮詢文件啦。咁嗰份諮詢文件係同期進行嘅，咁已經係好大舊病。我覺得政府喺成個大政策嘅思維上面根本係有偏狹啦，你幫緊。高爾夫球場去護航啫，由頭到尾大家都係針對高球場去到傾。點解呢？我哋唔係因為針對高球運動，我想強調，因為高球場咧咁嘅面積嘅土地係好珍貴嘅。高爾夫球係一種消耗土地資源好大嘅運動，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冇得拗嘅，呢個係客觀嘅事實。縱使我好支持高球場發展，縱使我好多朋友都係高球愛好者，我都必須要講出呢個事實，就係我哋欠缺大嘅土地，得高球一種運動。是用緊172公頃，而其他嘅遊樂會或者球會根本用的土地好細，好多你連插針樓都起不到。政府咧就已經將佢哋攬炒捆綁成咧用塔利班式的做法咧，就係你我總之你喐我咩唔緊要，你掃死曬前面嗰班小朋友先啦。我而家擺曬啲苦魚喺度啦，咁樣根本係用咁嘅策略嚟做緊嘢而家。咁我係好不滿嘅。咁而家佢個問卷仲要 set 到咧，同自己嗰份報告書諮詢報告係唔同喎。諮詢報告寫咩啊？就係話私人樓長用地是可以發展的，其中高球場咧有兩個建議方案嘛，大家知道一個172公頃，一個32公頃。一出完之後就引起相關人士出嚟喺度指責佢哋啦。我唔知係咪因為嗰啲聲音大，嗰啲權貴比較惡咧，即係鬧到佢縮咗喎。咁而家佢真係縮水啦，寫個60出嚟，就算我話當你縮水，你點解縮個60咧？點計嘅咧？點解高球場2020年到期唔係172或者32咩？如果根據那個選擇的話，點解你整個60呢？是不是擾亂視聽呢？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差很差的做法。OK， 好，麻煩。